还来过年有十个点杯，超过200个主公仔强下来参加个参详。东退客家本地沙漏内地发通，头一届台参事结束，主办单位客家委员会老公仔个四篇内容，整理做三本书来重新提议东退客家。讲到台湾客家，唔会闽南麦记喏，系集团三百多年前同山高台湾嘅历史，也系罗曼台三线文文文白嘅神都。合肥飞也引人来邀请嘅演员、音乐等十台两百嘅专家，协同下对话，对各两百当中带出客家嘅观点，佮会整理起来出版三本书。也常常啊，也系歌唱吼，就其实人在大家因为平常在合作嘛，各自磨合各自的事情，那有也几批可以调整吼，可以倾下来，倾下去思考，我讲你要两年，甚至要十年，要20年做来到事情，接下来可以再样做哈。三本书当中清楚写的客家的文史跟转变，像咱参详一本书，除了台湾客家历史语言的条罗密起，然后看两本集书，搁会转化做客家的音乐、饮食跟戏剧，是翻身一本书的重点。最明一本超称主要是味合吃茶跟地方创新，替台湾人创意的带动下，呈现出各国的可能。总会想，很没有个性的做法，很没个性的想法。但是吼，你给人的能力有限，所以就大部分各位人的首先用的天数吼，也能够在各家的角落吼，能够首先按导演出来吼，谈那个事情。你唔要听到一只分别后辈去重复，你有能力啊，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啊，来带动台湾的艺术文化。新书的发表代表起乐团参详内地发通结束的，不过唔系客家文艺发展的重点。合肥飞希望也一年建立嘅各单位对话平台的基础下，客家做得系未来民间自发性引起参详的话题。客家新闻采访陈玉成，台北报道。